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是第一次在非三国。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速战速决吧。女神之泪出门做魔种不用，俺们俩人进他野区啊。丢刀这件事儿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我得把所有捅过的窟窿全都搜出来。全军出击。对面的人别躺了，你那是命。快走。很明显啊，这是莱雅们野区了，这努努是辅助啊，什么玩意儿打野？不妥协，盖伦打野，还没抢着，这不完了吗？哎呀，哎呀！早知道我闪现抢了，这他妈的这下路挺烦人呢，挺膈应人呢。我发现我是不是得秒一秒这波比？三级不单杀，请举报主播。啊！你真猥琐呀！我发现。打不到他，他好猥琐呀！不行，他虚虚稍微差一点。还行吧，一换一，三级刚好单杀啊，可以接受。举报什么？我这刚好三级。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四级那是升的级，我杀他以后我升到四的。波比挺有意思啊，这波比我发现了啊，一会儿啊，小伙子，你在我面前就只能变成一具尸体。
这波基本上应该是拿下。疼啊！ 再见，我又回去了，我又回来了，麦蒂，操，哎呀，这努努啊，是真讨厌厌的。 我其实我都德克萨斯木印了，我直接木印吧，我样不要了。这把刀是我的最爱。 走，游走去。嗯，马上来。只有傻瓜才会。盖伦应该是死了。可以杀，我怼他，直接拖红。 我翻，我这翻，我这，哎呦我这努努，哎呦。 我今天必须得去干干这努努了，我发现，我不去干干他，这人有点太讨厌厌了。找着波尔比去。 325，那他跑不了了。我翻，你挺烦人呐，啊！我翻，我再翻。 我先来个这个海吧。从不妥协。 扣小兵啊，扣小兵我都没想到。哎呀，刀锋我也没经常玩，那操作什么的吧，就是看着还行就行了，行吗？努努人又没了。
没完没了了，我发现啊，有点穴位是有点没完没了了。那波比是不来了？打麻将是吧？这他妈有个狂风之力，我操！三下都糊了，糊了也没办法。无处可藏。An enemy has been slain。他们家好像少个人儿哈。游走于刀尖之上。还好我伤害有点高啊。哎，这俩人呢，我天，这一顿往我这走啊，那波比杀了十个了，杀的人还真是有点多呀。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又来了，你下路怎么的没兵是吧？是不下路没有兵收？享受钢铁滋味吧。16秒有道。那波比去哪里了呢？我不是很敢动啊。从不妥协。对面中路挂机了吗？嗯，对面中路挂机了。去下路找他去，该我找你们了。现在开始该我找你们了，小伙子们，轮到我了。在这里干嘛呢？我听说你玩的挺爽啊。啊？把下路推了。我现在秒人也就一秒嘛，我就杀这波比也就一秒钟，都不用长。啊，他这波还没到，先过来吧。一块牛，
一秒的时间有点长啊，这大招冷却时间太长了，30秒一个，现在我就杀人于无形。大招冷却时间有点长，我出完收集者，我搞把无尽，先打吧那位。我先 W 不一定能打得到，这个 W 有点短，他如果给我近身我肯定先 W， 他离我有点远了，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秒啊，什么叫一秒呀，他给我整了个锁子甲，锁子甲也没用，锁子甲也一秒，就一秒，我杀他根本不用2秒钟，杀你根本不用2秒钟，我跟你说过了。他们活不长了。我从不脱鞋。为什么要出这个青鱼儿？我也不知道啊，人家都出这个我就出这个呗，这带暴击的，万一啪嚓一下 A 人暴击了呢，这个青鱼儿比那个青鱼儿厉害，这加35穿透，那个才加30穿透，哪来个积木，晒一点啊，只有傻瓜才会为人物体晒一点，有大的杀他，没有大杀他不晒。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主要是因为便宜，这个多少钱？这3400，那个多少钱？这2900，那确实啊，那便宜啊。再杀个积木，为什么会没秒掉呢？哎，昨天的刀锋就是用 QR 把我秒了的呢，怎么能没秒掉呢？是我的连招方式有问题吗？人家 A 你，他绝对没 A 我啊，他就是 Q 接 R， 他没有用其他的操作，我就死了，我人没了，我很清楚的看见他没有 A 我，他是跑了 ，Q R 没有 A 我。就是空中的 R， 是吧？我看看啊，我试试啊，我拿着积木做个实验。他们活不长。没想到这努努居然敢找我打，
先来个收集者啊。看有没有人儿啊，给我来个人儿。哦，原来如此啊，我好帅啊，太帅了。找努努去，让我们看看这努努在里边跟我放大，就你这么点小伎俩啊，你跟我赛跑啊，你跟我赛跑。哎，威朗普，哎哎哎，翻不过去了，我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好帅啊，真的帅、啊。好厉害呀，好厉害呀，好厉害呀，好猛啊，真的帅呀，我的出刀速度无法用右眼看得清，只有傻瓜才会为没有人可以也看得清我的出刀速度。这招太帅了，这招，这招我要用到一辈子。哎呦，这招太狠了，这是什么原理 ？Q 的空中摁个 R 是什么原理呢？无处可藏。摄像头又糊了，没事啊。好了吧，哦，就是没有抠到那个人，然后我摁点 R， 然后我抠出去了，然后 R 就那啥了，就那个必须得空中，必须得在空中才放 R 才能行，这招明白了，这就跟 R 完然后放 Q 一样，是吧？是这意思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来一下啊！完了，这波没玩好。这波没玩好，这波穿的太快了，这波穿有点穿快了，蹦的太快了，有点太近了。这次是 WQ 闪 ，WQ 闪，下路打那盖伦那波不就 WQ 闪吗？哎，为啥不要买呀？
现在就是我的休泰姆，知道吧？这英雄杀起来确实不太像人呢。速战速决吧。盖伦是不是到了？艾伦人呢？我 A 一下1000多，现在已经不是我一个技能的问题了，现在是我 A 一下1000多，你该怎么办？我发现这就得打猴这种。我给我杀奴奴，还快乐起来了，还跟我快乐起来。今天这奴奴是必须得死的，29杀吃鸡，哎呀，太狠了，真是太狠了。